再次拉到艺术的领域，因为我们已经逃离艺术很久了。不要这样讲，生活也是一种艺术。哎，这个在我们之前不是讲这个环境的，就是唱歌的，我说他们就不看电影，那很艺术啊，哪里逃离？不然就是做那个有机农业啊，我那我就是那个饮食啊。但是今仔日较特殊，今仔日来讲可能含这个光线、光影有关系。啊，佮含即复合有关的，甚至伊啊今仔嘛有一个重点，应该含说到伊，咱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出戏，即个无独有我工作室的即剧场吼，伊要来，要来做一件代志，真冲动，所以伊话你等下买单有冲动的开始，好，咱就一个掌声先来迎接啊吼，周老师预告特别看。